看到我你会想到什么？水桶啊，啊水肿了。我跟你讲，人到中年，一枝花一凤。我跟你讲，虽然我们同事很多年，但是我跟你不是很熟，你的嘴巴千万不要这么毒，可以吗？不是啊，不是，我不是毒。OK， 这个是老天爷注定的，注定我们要一起做这个节目。在这个13集里头，我们马上要分出楚河汉界，因为我们将会有来自26个不同国籍的参赛者来一场国际饮食文化大比拼。哎，每一集将会有来自同样国家的2位参赛者，透过节目让我们更了解他的饮食习惯。哎，那我们就很有口福了，我们可以去到他的家里来尝尝他的家乡菜，同时呢，他会带我们去一间餐馆来看看这些人如何一解乡愁。最后，这2位参赛者将会以他们的拿手好菜进行最后的对决比赛。听说你是天公仔啊？是是，谢谢。去到哪里赢到哪里啊？究竟鹿死谁手？就一定要收看我们的《全民新主义》。是，你有没有3把钥匙？何止呢，我有这个车钥匙、房子的钥匙、laptop box 的钥匙，还有笔尖头的钥匙。我不是跟你讲这3把钥匙、啊，我说的这3把钥匙就是啊，哦，韩国女人，她们一定要有这3把，就是房子的钥匙，车子的钥匙，再来是保险箱的钥匙。只有这3把钥匙呢，是她们可以调到金龟婿的本钱之一呀，啊。怎么会这样？怎么跟我们先不倒过来的？倒过来，对不对？韩国女人很伟大，她们不止体贴啊，她们还倒贴啊，所以现在韩国女人只谈恋爱。不结婚了。我们今天的2位韩国女生，我觉得她们应该多3把钥匙。哪3把？第1把就是锁住我们的味蕾。好。第2把，打开韩国饮食文化的认知。很好。第3把，就是要收买我们评判的心。做得太好了，谢谢。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2位女生究竟带了几把钥匙在身上。我要去找韩国女生了。好。啊 ，Kevin， 你的老婆要生了哈。是是是，乖乖，韩国料理以五色、五味、五辣为特色，做法简单，却随着吃法而味道有所改变，既有日本菜的清秀雅致，又有中菜的实惠厚重。以米食为主，添加蔬菜，搭配各种小菜和腌菜，还有汤类和烤肉，不仅好吃又好看。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很喜欢吃炸鸡，所以这一次我要见我的参赛者，一定要带一个见面礼，所以我就想到买炸鸡送给他吃。哎，谁哟？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里最有名的炸鸡是什么？对，最有名我们有2种，一个是云南的青葱，另外一个就是 freaking hot， 比较辣。好，那我就买这2种啊，我先试吃。可以，没问题。我来介绍你多一个，就是我们的奶奶泡，那个是有 popcorn chicken 跟 potato pie， 下面是水。哎，是一个套餐就对了，这个名字。对。OK，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听你的介绍。好，就这样，这2份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奶奶泡。OK。OK， 来试看看青葱的。做的真的好吃，难怪韩国人那么喜欢吃炸鸡。这样我怎么出去见人呢？两个味道都不错，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韩国人那么喜欢吃炸鸡，因为他们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时候可以吃炸鸡。还有呢，他们一打开冰箱，什么食物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吃炸鸡。所以现在我要去见朋友的时候，我还是想到送炸鸡。我知道送什么了。性格活泼好动的李周景，因为从事房产生意，学着一口半咸不淡的华语，他准备跟怡凤并肩作战，而怡凤也准备以炸鸡来跨越两人的国界藩篱，拉近距离。哎，朱莉亚你好。你好，我是怡凤。啊，我是朱莉亚。朱莉亚，朱莉亚，不好意思，我是带一点小东西来送给你。谢谢谢谢。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鸡，炸鸡，炸鸡，韩国人很喜欢炸鸡。哎呦，真的嘞！为什么韩国人喜欢吃炸鸡呢？这个好吃，跟啤酒喝啤酒好。你叫你的孩子一起来吃。好好。尤斌呢？嗨。尤斌呢？嗨，尤斌呢？
小袁呢？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哦，来来来，喜不喜欢吃炸鸡？你来新加坡读多久了？半年左右。八年呐、啊。哦，所以孩子是在韩国生了之后才移民过来这里。Made in Korea。Made in Korea。我几年？这个。How old are you? 11. Kate. How old are you? 10. 11岁。10岁。然后你们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习惯新加坡这里的环境吗？天气很热，太热。对对对，韩国的天气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们来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比如说吃的方面呢，还是沟通语言上的困难？以前是全都很难，因为我不知道 where to buy rice， 没有 kimchi。First 3 months 三个月，我吃了的全都从韩国带了。哦、canned food。哦，你好像住在外太空这样。哦、因为我外太空食物不知道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只有 canned food， 都是从韩国带来。都是然后我妈妈送，我爸爸送。哦。韩国食品店遍布狮城，苏志成特地跑到淡比尼的一家韩国产品店购买伴手礼。那 Kelly， 那通常我们了解了，就是韩国人比较喜欢喝这个柚子茶，对不对？柚子茶大家都喝过，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茶？有，我们有一个叫五味子茶。这五味子茶呢，它是一种果实，它具有五个味道：酸、甜、苦、辣、咸。它这个五个味道对我们体内的五个器官有疗效，强心、滋肝、滋肾、健脾、润肺，对失眠、久咳、气喘、口干有疗效。其实给我包起来行不行？算便宜一点哦。韩国人除了平时吃的是泡菜嘛，除了泡菜之外，还有是年糕。年糕这里有没有？有，我们年糕有两种，这个是最方便的，因为这个是里面它已经有调味料。好像有些人他要开始只是试试看好不好吃，连他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给一个人分量而已。这里就是有 how to cook instruction， 1、2、3、4个步骤就搞定了，简单，3分钟就可以了。为了爱情而移民的 Lisa， 不但以一双巧手满足了先生的味蕾，也以创意的菜肴赢得孩子和家婆的欢心。哎，你好，你好，你好，阿牛哈塞哟，这是这个送给你的，谢谢。哎，是，那看来你是 Lisa 嘛，对不对？其实 Lisa 就是英文名字，那你的真正的这个韩国名字是什么？从英团。从英强是姓金的吗？曾仁静。曾仁静啊，是啊，真是个大美人呐、啊！是是是。然后其实我们就了解哦，你是全家人过来新加坡住吗？这我一个人。哦，你一个人？哦，所以你先生是新加坡人。你先生是新加坡人？是哦。那你过来新加坡有几年了？13年多了。13年多了，那为什么你的华语还这么差呢？那这两个是你的孩子吗？孩子啊，我是3个孩子。对，一个去芭蕾舞，一个去跳芭蕾舞。芭蕾舞。妈妈有没有常常煮这个韩国菜给你吃？这个是弟弟，对不对？弟弟有没有喜欢吃妈妈的韩国菜？有哈。哦，突然间讲到吃哦，闻到食物的味道嘞。Lisa 平常爱在家里下厨，喜欢清淡、少油、多蔬菜、高蛋白的菜肴，适合一家大小的口味。这些都是韩国菜嘛，对不对？是，你说你说的是잡채。잡채啊，잡채 means mixed vegetable。哦、I know， 新加坡 and Singapore we have this called 잡채。哦，잡채。Yes， 잡채。This is 잡채。But Korean， Korean style but together with the sweet potato noodle。Sweet potato noodle， 原来你的这个冬粉哦，这个 sweet potato noodle
其实很 juicy， 我比较喜欢这个 noodle， 因为它这个 noodle 吃了有咬劲，但是我基本上它的味道是偏甜一点点，甜是、是的，韩国人喜欢带甜的口味，据说可以增加食欲。好，这个是什么？这是牛肉吗？불고기。불고기。불고기。불고기， 韩国烤肉，其实 bu 指的是火 ，고기 是肉。简单来说，就是把肉放在火上烧烤。但是 Lisa 煮的 bulgogi 又别于烤，是用炒的。她说这是比较健康的煮法。这个牛肉比那个冬粉还稍微甜了一点点，我觉得。所以基本上，这个韩国菜都是属于偏甜的嘛。不是很甜。韩国餐有这里很辣的，很辣啊！但今天我没有做很辣的。我做给我的孩子，孩子不可以吃很辣的。辣哦，韩国人吃的辣其实是甜的干辣，对不对？它比较甜的。中国人的辣是比较咸的香辣。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在韩国人的家里啊。有一道菜一定是要有的啊 ，kimchi。kimchi， 怎么你没有 kimchi 呢？我不会做。你不会做。Lisa 不会做泡菜，而 Julia 却相反，特别喜欢吃辛辣的菜肴，尤其是颜色鲜红的各式海鲜和泡菜，都是她的拿手好戏。泡菜？对呀。这个是什么汤还是？这个是糖，kimchi。可是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你们就是离不开这个 kimchi 泡菜 ？Because this the very natural bacteria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digest and your stomach and your health and it's raise your help your immune system。就是说他们觉得韩国泡菜呢是一个非常天然自然的一种，对肚子啊肠胃都会非常好，对皮肤也会很好，对跟他讲说韩国人吃三餐饭啊都不一样，早上吃得像皇帝，对，中餐吃得像宰相，对晚餐吃得像乞丐，对为什么早上有力，整天然后的晚香吃，然后谈谈睡着。没有你少一样，晚上就是喝酒，跳舞睡觉，卡拉 OK。所以啊，我们在韩国的街道上啊，几乎没有看到胖妞。韩国人的身材都很好，要不然在韩国的饮食文化当中，有没有说在一餐当中一定要吃什么？就是像我们华人，我们一定要吃饭，应该一定要一个汤，最小3-4个小盘餐，一个 meat 肉，海鲜的猪肉、鸡肉全都可以。一家2口、3口，或者是只有 husband and wife 一样，不要吃这么多。一样，对。但是这个我们做一直很多啊，可以储存很多。但是这个每一次我们做啊。所以你这么爱吃肉，你不要跟我讲，你比赛的时候你就要用肉来比赛。对，什么肉？烤肉、鸡肉、猪肉、牛肉，三种，只有三种。看来 Julia 是抱着十拿九稳的战斗精神去参赛，勇气可嘉。Lisa 带志成来品尝这里传统的韩国菜肴。来到韩国餐厅啊，就觉得说菜都很丰盛，看到桌子上都是菜，尤其是这些小菜啊。这是你最爱的吗？来，谢谢。好，马上来吃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bibimbap。bibimbap 啊，是。韩国拌饭里蕴含着五行、五脏、五色的原理，它有着五种特色，营养丰富，简单方便，美味无比，感觉生动，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加入辣酱，色泽红亮，口味独特。我的感觉呢，乒乒乓，因为它菜一上的时候，就有一个乒乒乓乒乒乓乒乒乓，有那个声音嘛，对不对？那个是因为这个锅很热，饭呢放下去的时候就有那个声音。
这个一直这边啵啵啵啵影响我讲话，你看我一直不能集中精神，你知道吗？嗯，这道菜为什么会有面呢？这个什么 sausage 啊？它有一些午餐肉，午餐肉，年糕嘛，豆腐，猪肉啊，这个是부대찌개，부대찌개，哦 ，military army 啊 stew， military army stew， 嗯，那是军人吃的吗？部队锅起源于50年代，美军驻扎汉城，因物资短缺，居民将美军丢弃的香肠搭配罐装火腿做成汤底，加入泡菜、年糕和方便面，就成了部队锅。难怪会有这个香肠，会有这个午餐肉了，就是因为美军嘛，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所以感觉上好像有点洋人的东西，又加了一点这个韩国人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试一下这个味道，哎。这个汤还蛮特别的，看起来有点红红啊，但是不辣的，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黄豆的味道，再加了一点点这个 cheese 的味道。Yes。哦，太入味了，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嗯，韩国人喜欢在冷飕飕的冬天吃部队锅配烧酒，暖和身体。那我们知道说韩国人喜欢吃泡菜嘛，喜欢吃人参，但是为什么会喜欢吃年糕这个东西呢？Because long long time ago, only the king enjoyed the tteokbokki, nyeonggak. That time was not spicy. Sometime later, we import the chili from Japan, then we cook with the chili paste. Nowadays, everybody enjoy hot and spicy tteokbokki. So it's influenced by the Japanese. Okay. So now it's my turn to feel like the king. Only king can eat this one, right?Oh, yeah, old time. Queen cannot eat, right? Sorry, I eat, okay? You eat the rest, right? 据知，在本地的韩国人大概有20000人左右。过去10年，在强劲的韩国风潮吹袭下，丹戎巴葛一带俨然成了一个小韩国。3步1韩店，5步1韩馆，随处可见韩文招牌。韩式超市、便利店林立，但是韩国餐馆就有12家。Julia 特地约了怡凤到这里的一家韩国餐馆吃烤肉。哎 ，Julia， 韩国菜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你要请我吃烤肉嘞？因为烤肉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东西，所以你们请朋友吃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吃烤肉。对对，没有烤肉。没有面子这样讲啊。对对，那这么多种肉，我们要先吃什么肉呢？我们请客一定要牛肉。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只有 rich 人可以买吃的牛肉，猪肉是平民的啊。就是说有钱人吃牛肉，对，平民吃的是猪肉。对，如果我觉得你是很重要的人的话，我一定要准备牛肉啊 ！VIP， come on， 来点火。韩国菜最有名的就是它一出来就几十道的这个配菜，我们可以先吃这个，对吗？对对，可以。来，你先，你来，应该你来。你以为我不懂他们一个习俗啊？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呢，非常敬老尊贤，一般一桌开始就是长辈先吃，对吗？对。走多久？多少 ？OK， 我们一起要不要 ？OK， 1、2、3。为什么韩国人要吃这么多的这些配菜、凉菜、包菜这些 ？Balance。Vegetable 菜，肉 balance。哦，所以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在韩菜系列里头，好像你们的菜就是跟我们的吃法不一样。我们是炒的，你们的是我们的煮的、蒸的、生的，生吃哦。韩国的菜肴的这个真正的灵魂跟宗旨就是饮食平衡。哦，了解了。Nice。翻译词啊，人家技术要很好，都别翻不好，只能翻译词。韩国人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他们吃肉的，可是在1000多年前呢，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就改为吃素，就是不吃肉。
再后来因为蒙古征服了全国，所以你们就跟蒙古人一样，这一次他们不只吃肉，他们还吃烤肉，所以烤肉就因此这样在韩国一直流传下去，到现在也是你们最爱的一种食物。呀呀啊啊，一口吃，嗯，独白啊。It's nice, yeah? 언니, 왜 쩡 나와? 一整天了. 原来韩国女人 跟男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吃这个被呛到，看他刚才那个样子很性感呢，看他在那边嗯叫。你应该要试试这个，真的好。我还真不懂韩国人吃螃蟹是生吃的，这是怎么做的？腌过了是吗？这个是花蟹。花蟹。对对。我在新加坡，我们自己本身的食物，是没有吃过真正的这种生生的鸡蛋，糕了，蟹糕，嗯，蟹糕没有鸡蛋，因为它不是鸡，所以它不会生蛋，不是鸡蛋。你说吃这个对身体很好啊？对呀，如果你们炒炒吃这个身体不好，因为的 cholesterol 高高，对对对，但是这个成的。Soya sauce， 嗯 ，cholesterol lower push， 还会降低胆固醇。对呀、啊，因为这个不是简单的 soya sauce， 这个是 with a lot of vegetable inside， taste 不一样。嗯 ，so good， right？ Yes。嗯。You cannot forget about this taste. Once you try。不可以，旺不可以。那怎么吃嘞 ？Bite， and， try， 试试。OK， 哇，真的好鲜甜啊！边咬边吮吸吮，然后整坨肉，对呀，进去啊，好好吃。这个哪里都吃得到吗？还是要看季节、看地方？从四月到八月的蟹油丹丹，所以四月到八月是吃这一道菜是？丹丹叫什么名字的呢？韩江铁掌，韩江铁掌。OK，good。Lisa 的比赛菜肴是古代皇帝吃的牛肉炒年糕，除了年糕以外，讲究的是牛肉的品质，所以他约了志成来这里买牛肉。通常你买牛肉会在这里买吗？是这里的。哦，这里的，那你现在买什么牛肉？Bulgogi beef。Bulgogi beef 啊，这个。那这个牛肉是哪里来的？澳洲。澳洲来的，那有什么特别吗？是比较适合拿来炒、拿来焖，或者是所谓的补工衣。那是牛的哪个部分？就是在那个肉眼的上端那个部分。除了这些这个牛肉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吗？我们也有冰冻的牛肉。有花纹的牛肉算是极品吗？对不对？也算是，就是花纹越多，它就会越嫩。越嫩，这个可以吗？还行吗？可以。可以哈。哇，这个妈妈真的是看得很细心啊，可以了。牛肉炒年糕早在李氏朝鲜时代就有了，而且还是一道具有食疗的宫廷菜肴。原来的炒年糕是咸味的，新式的比较辣和带甜味。It is quite easy to make. We eat it for snack. Eat it for snack. Yeah. Last time the people eat it in the palace. Now you eat it for snack. Yes. 真的也太奢侈了吧，对不对？这个是要炒到有香味嘛，对不对？有，很香。香了，有菜的味道了，那个洋葱的味道特别香。但是也看到你也没有加酱青，没有辣椒，没有辣椒，没有盐。没有盐。
You only boil the water. Boil the water and put some seasonings like soy sauce, sugar, and sesame oil. Oh.刚才我就问他有没有盐，有没有这个酱青，他说没有，原来都已经加在年糕里面了。 OK, ready? Yes. Oh, how much time do you need to boil the 年糕? Five minutes. Five minutes, 再加切菜，最多不是给他多个十分钟，然后再炒这个菜五分钟，十五，十分钟加五分钟加五分钟，二十分钟。Do you know that our competition day, you have 1 hour to cook. Now you only cook 20 minutes, if including the chopping. Oh. Too fast. Should I have to change the... Maybe you can add something. Oh. To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Oh. Yeah. But never mind, we taste, see how is it first. Sweet. 甜甜。甜甜呢?The beef is very good. 哇 ,amazing. 其实他刚才都没有加一些那个酱料什么的，只有在那个年糕里面腌过。但是它的烟味就可以去到那个香菇啊菜里面。不错 ,very good. 年糕通常我们吃的都是有点辣的。为什么你选择不要加辣椒呢？我要特别的 tteokbokki。Very good. 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耶一凤小心了。OK。韩国人吃烧烤主要是以牛肉为主，还有牛里脊、牛排、牛舌和牛腰，他们也喜欢烤五花肉。据说韩国人一年吃掉29万吨的五花肉，认为吃五花肉能化解喉咙里的粉尘。哦，这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种种类。对，你要什么你就尽管问他。我要这个很好，这个五花肉，五花肉啊，烧烤。你们用的是比较少肥肉的那种的。那你跟他讲你要怎么样？切很薄，500克。好，很薄薄。好，很清楚了。OK， 接下来你还要买什么肉？我要买鸡肉、牛肉。OK，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看，这里是牛肉对吗？对。Chef。这里哪一种牛肉最贵？Wagyu beef 是最贵的，澳洲的和牛还是澳洲？移民去澳洲了。对，移民去澳洲。那它饲养方法有什么不同呢？在屠杀之前400天，最少400天，他们要吃那些谷类啊，喝啤酒啊，所以他们养出来他们的肉质，你可以看到很多雪花，跟普通的肉很不一样。它那个肥油分布的很均匀啊。真的很美。OK， 你就买这个啦。特别贵，不要看，看起来这个一样，差不多一样。这什么？这什么牛肉？这个是吃草的。牛不是本来是吃草吗？全部都吃草，但是他们在屠杀前，有些200天前，有些400天前，他们就开始吃谷类、谷粮。所以比较贵。我介绍这个。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嘞？这个叫什么 ？Angus beef， 一种牛的品种，然后它是屠杀前200天吃谷类。他400天，他200天。对，你要的这个，他死之前没有吃过谷类，他还在吃草。其实牛肉好不好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调味、你的技术、你的烹饪技巧。所以，哎呦，好吧，这个，你刚刚本来讲这个。怕输嘞，本来要吃草的，现在要这个了。OK， 好。OK，Julia 她现在就是要试做一下她比赛要做的什么烤肉。烤肉我们就知道韩国人就会先腌肉嘛。那你的腌肉的技巧是什么嘞 ？Sugar， 黄糖啊。OK， 这个是 soy sauce， sesame oil， chili powder。有梨耶。这个是我的 secret。Yeah， this will make me win。梨，水果梨就是你的秘密武器。There's one more secret weapon。还有一种水果。I cannot talk. I hide already. 你要当天才拿出来。对呀。OK，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是水梨是吗？梨，嗯，水梨嘛。这个比较好，对牛肉比较好。如果我不用这个，嗯，我要有糖，很多糖。哦，你说是对牛肉好，因为它自然的甜味。对。那还可以用其他水果来代替吗？猪肉、苹果。啊，猪肉就要对苹果，嗯，牛肉就对水梨。Then that smell go the meat.Became more chewy, chewy. 更有咬劲。那鸡肉要配什么呢？ A bit of milk. 哦，鸡肉放一点牛奶，就可以去掉鸡的一些腥味。嗯，哎，这个放水果梨是每一户韩国人都会用，还是只有你们家？都有的。但是 my secret weapon 没有的。没有。到底什么？葡萄、草莓、西瓜。Orange，听不懂。Banana，听不懂。自己去找。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这个是已经腌好了是吗 ？Yeah， 因为我要时间 to the meat absorb 对 marinade 这个牛肉 secret weapon 一定要 put 30分钟以前，所以。I put already when you did something. 你偷偷再放进去。对呀。你有本事比赛的时候你也这样做。啊，好香哦，清淡的香味。It's very tender， 好软好软，很自然的香甜味。这个好，这个好，好下饭。难怪你这么有信心。三种烤肉各有千秋，是否胜券在握呢？为什么这次比赛你要做这个烤肉？对你有什么意思吗？我的妈妈跟我说 ，how to make marinade the nice one， include secret weapon。So whenever I cook， 觉得我的妈妈就想到你的妈妈啊，所以来到了这边自己做了妈妈，你也很辛苦啊。所以吃到这道菜，你也会传给你的孩子。对呀，对呀，有妈妈的味道，三代的菜肴。可以看得到呢，感觉是像大长今这样。哎，是的，而且是红白大比拼呢。何姐呢？我们这一组煮的菜啊，是清清白白、淡淡雅雅，在五行之中呢是属白不废的。是没？耶！那我们这一组也是啊，我们这一组煮的东西是红彤彤的，在五行当中它是属火，属火是补心的，强悍的。哦，就是我们两组，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无心无废。啊，是的，是属草的。草什么？草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场战役呢，就很像是宫廷之战哦，是一种宫心计。看看两位如何争斗当中呢，能够讨得这个皇上的欢心，然后变成争夺这个佳丽之冠。要讨这个朕的欢心啊，一定要锁住我的胃啊！谁要锁你的胃？人家是锁宾馆的胃啦。说的也是。欢迎我们的常驻评审 Chef Pizza。欢迎耶！你好，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这个评判呢，就是我们的 Chef Roslyn。 哇，你好，谢谢。你好，你怎么这么美？你是韩国人吗？不是，我是新加坡人。OK， 最主要的呢，我们评判是要根据参赛者他们的菜色、味道、创意呀，还有他们卖相等等，给他们打分的。比赛限时是一个小时，马上就开始喽。Fighting，Yes， 来，现在我们你干嘛？我真有点担心了。担心什么？你桌子上的碗碗碟碟有那么多，说怎样？一定比较麻烦，一个小时不够。没有啦，韩国的东西都是比较注重礼仪的。没有，不要担心，我们让你一个马屁，你先开始。真的？真的，先开始啊！真的？你不要怕，他的脸虽然长得很吓人，但是你不要怕。OK 好。哇！OK， 快点！我们有秘密武器的，他到现在今天还不让我知道
他的那个家常秘密武器是什么？真的那么保密哦？嗯，他说他希望了，他把秘密武器拿出来的那一刹那间，连你们都拍不到。其实我有 stand by 好了，一定对不对？不行不行，很难讲的。我们里面，你看他现在这个是什么？这什么？梨。梨子。梨子。嗯。用梨来腌肉，你有听过吗？有听过。有听过。刚刚才听过。啊 ，special。I have to put the secret weapon. Now? 嗯 ，secret weapon. OK。没有。OK。没有。他还是没有。OK， 我知道了，各位观众。没有，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差不多一样。我们学了一个，我还不知道。哎，先放进 TV 就会味道比较不一样吗？因为它的那个水果里面有果酸，这果酸就可以使到它那个肉呢比较嫩一点，而且再加上那个 TV 呢，它也比较带有点甜味，所以使到那个香度甜味呢比较均衡一点。Can let them do it. I will be better start now.虽然牛肉炒年糕不需要花太长的准备时间，但是制成这一组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煮单道菜啊，就是一道菜。对啊，它一道菜用三种肉，过分过分。它三种肉，不，它的整个名称叫做什么？做什么？烤肉。好了，烤肉了。烤肉，但是你管我是烤肉而已。是，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都说认真专一就是女人在厨房里的最佳武器。我是听说我们年糕是属于比方说比较大日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吃。So chef was saying during your New Year, the first thing you eat in the morning is 年糕。年糕 ，Yes. Right. Actually, the rice cake is very long, so this one is for the long life. So we eat every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wish for the long life. Then why is your 年糕 so short 呢？难看。哦，看来哦 ，it's not so life now. Okay. 年糕 is ready. 年糕 is ready.This one, oh, the 年糕 you need to be marinated first? Yes. 烧焦啦！没有。我们第一集就失火了，失火了吗？没有。是热滚滚闹哄哄，要来烟，收视率蒸蒸日上。我真的。哎。其实我们这一组，我跟你说。不像他们那边什么有什么秘密武器这种浪费时间的什么 kiwi 啦，这一组呢是用心，用心煮来套住我们两位评判的心和胃，对不对？对，很好。你看一个女人在厨房起三个锅，而且都要在比赛当中，她要展现出韩国的饮食、韩国的文化跟韩国女人的伟大，真的。在这边一个女人开三个火嘞，你有本事吗？没有，没有本事。没有。在比赛当中，而且她的肉都要烤得均匀。你有没有看到，鸡肉很难熟，猪肉掌握度不一样，牛肉要让它保持新鲜味，又不能 overcook。在她一个人手里，我没有帮忙。这我要跟她讲了，杀人诶，杀人诶，她都不要理我。体现韩国女生的强，她自己煮自己切自己下手，完全不要我动手。虽然是一个锅，但是它是个锅，比那三个都大。我跟你讲，说实在，可能她不习惯这个锅，更不习惯这个温度，她还在搅拌，她的牛肉还是挡在那边，一直没有煮散掉。你要不要帮一下她？哎呀，这下次该怎么办才好？就连皇帝也束手无策，之前还夸口相让，现在时间紧迫，材料也不够，不可能重新再煮，如何是好？这会儿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Chef Vincent 想到急救的方法。一个人需要拿两个勺子，这样炒会比较容易吧？我来。对。啊 ，Help you to 锅内锅内。这个是好像不是很韩国式，好像在煮炒，你在做煮炒。中国煮炒。煮炒。中国肥仔煮炒。松了一口气，总算解决了。都说不可以轻敌吗？我觉得摆盘就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把 barbecue 变成三道呈上来，三道菜三个碟子，不对，不公平。
I can put all together in one plate. No, no, it's okay. You put your style. Now, I don't want to influence you. You inspire me. Okay, no, no. Oh, you use inspire? Yeah, yes, yes. How do you think it's too much? Or is it the cook? It's like this. Is it? Green pepper. Is it too green? You haven't cooked it yet because it's a bit crunchy now. You need to cook a little bit longer. A little bit longer. Okay. You have to. Yeah. Oh, okay. 想一下说，把一个新的锅热了，才能放进去炒。哦。时间越来越紧迫，两组不敢再开玩笑，务必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志成这组也开始换锅再炒，还蛮镇定的嘛。怡凤这组开始摆盘喽。哇，两组是否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呢？朋友们，好了，我们就举手啊！一二三，完了！好了，好了，结束！耶！评判对这道清清淡淡、朴实无华的牛肉炒年糕情有独钟，还是对这盘烤肉大拼盘有所钟爱呢？美女，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比赛的菜肴了，现在就是我们评审要品尝佳肴的时候了。是，我觉得有一组严重犯规啊！真的？怎么是？你看盘子，比赛是一道菜，你好像超过一道嘞。Barbecue 就是要这么丰盛的，所以他聪明，他选择了 barbecue 这个东西。好了，好吧。还好你不是选择 buffet， 你选择 buffet 的话，这里都摆不完了，跟你讲。也做不来了。对啊，一个小时。实在一点啦 ，OK， 你们满意今天你们自己的作品吗？对。Yes， confidence， everything perfect， OK， 你们参赛者无怨无悔，是神上这个赞哦，就表示说你们可以安心的享用了。好的，好，来，牛肉炒年糕。年中 dokboki。年中 dokboki。啊 ，it's a palace。啊 ，dokboki 就是在皇宫吃的。嗯，这一道菜我应该先试哪一道？哦，看您喜欢吃牛肉的煮法还是鸡肉的，够不够火候，或者是猪肉？试一下它的那个饭，对不对？嗯、特别从韩国运过来，其他的肉也可以应该品尝一下，因为猪肉、鸡肉、牛肉，他们都它有不同的水果、不同的腌制法在做。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评审们去慎重的做考虑的时候了。好的。到底谁是强中之手呢？我觉得这个年糕做的还不错，他蛮细心的，他去把那个年糕给它腌，给它入味。我本身是蛮喜欢这道菜。嗯哼，这道菜整个看起来就很简单，然后我觉得希望说能看到一些比较 special 的一些 creativity 在那道菜里面。整道菜的那个口味有可能有点不适合我。嗯，我其实对这道菜蛮期待的，因为三个锅同时在煮，我第一口吃下去那个猪肉就觉得太咸了，真的很难入口，一定要配那个饭吃。这道菜里面会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它用了那个 kiwi 去腌制那个牛肉，感觉上真的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肉真的很软，真的很难的一个决定。对对对，好，现在紧张时刻到了，就是我们的评审们已经有他们最后的决定了。是的，我们宣布成绩的方法是这样的，那边有一个金钟罩，当罩子罩在那一道菜把它盖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它被淘汰了。是的，如果你被罩住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获得400块钱的现金，那优胜者可以获得800块钱的现金。你们都了解了啊。嗯，好了，现在请评审们拿起我们的金钟罩。嗯，要拿好，不小心掉下去都算他输。这次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娘想法是一致的，最后是一致的。哦，非常恭喜哦，这一组我们的 Lisa获得我们这个优胜奖，所以我们现在颁发安慰奖，可以获得400元的现金。耶，谢谢。最后是我们的 Chef Vincent 把这个优胜奖颁给我们的 Lisa，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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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now what you get? 800 dollars。啊呀，有为难。You are the champion. Yes, yes, yes. 我们来请 Chef 我们评审一下，最后的决定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虽然整道菜看起来很平平淡淡，可是整道菜就很惊艳。
哦，真的很均匀，只不要你们为难忐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样。对对对对 ，Lisa，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Do you want to thank any peopl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my my family to support me, and also thank you my helper. 那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大家？谢谢你们大家。很有意思，觉得很好玩，很有趣。Yeah, it was very fun. Yeah, attend this show. Thanks for coming to our show as well. Thank you, both of you. Thank you. 谢谢两位评审。是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些菜肴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上我们以上的网站 TNN 去拿到他们的这个食谱。是的。我们的节目如此好看，下个星期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全明星厨艺》。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